子爱小他。大爱感恩科技的布料一到货，台南区的乔义芳全员动起来，加入做布口罩行列。每一株都分工，有缝蓝色的内里区，还有白色的外层，加快速度。负责教的种子老师还是一位老板娘。疫情现在这么严重，我们不需要跟人家抢口罩，那个时候让人家大家心里很恐慌。善化区的乔义芳平常志工约十人，但这次疫情一下涌入三倍多的社区妈妈。那些师姐，他们都是武林高手，所以我们就让出来，我们就做那个机动组的。爱不分年龄，还有76岁的赵瑞智戴着老花眼镜，睁大眼也要帮忙剪线头。哎，那这是个疫情啊，疫情就是大家来尽一份力啊。对，你看看，我这样做呀。人到位了，一度缺机器，结果因缘好，有人主动借出缝纫机。他们家没有用的，缝纫机，他们都很乐意说：“哎，师姐，我们这边还有缝纫机可以提供吗？我们没有人力，可是我们可以提供机器。”家里区的乔义芳也是几十名慈济志工全力支援，光是台南区一天能缝出600多个爱心口罩，希望能解决一罩难求的问题。大爱新闻，嘉兴郑瑞平、陈中坤台南报道。